the plane violently. Something like a towel. A tendon that helps you when on the plane. The different things that you want to eat. Menu. Buffet. Flight attendant. Yes. Plastic bag. Yes. Business class. Yes. On the airplane, they like, the airplane is in the... He's a lava... Yes. Lava, lavatory. Yes. Well done. 只剩下最后一位咯。欢迎来到爱的 ABC Junior 英语练习生的现场，我是阿 Ken。 上一集呢是复赛的 first part， This is the second part，代表说我们三组来自不同学校的同学都已经有累计分数了。今天很重要，因为落后的同学即将在今天有机会可以追回来。马上欢迎一下来自淡水的天生国小，欢迎你们；中和的光复国小；新竹的慈心国小。光复国小的同学们，感觉好像你们有一位成员不太一样了，居然有外号的成员，现在已经家喻户晓。这一位，请你自我介绍一下自己。My name is Benson. Are you sure? Do you have a nickname? No. Scallion Pancake. 我们都知道葱油饼怎么讲啊？怎么讲？葱油饼的英文怎么讲？葱油饼怎么讲？好 ，OK， 马上来介绍呢，就是两位呢验证小组的老师，欢迎 Tutor Jimmy， 欢迎，把热忱拿出来，Great passion makes great games， 好不好？好，大家加油。接下来欢迎 Tutor Ashley。大家好，今天的单元对大家来说应该都是全新的单元，那我希望大家面对新的挑战都不要失去信心 ，Keep the faith。哦，好，一定要 keep the faith。好，还是要公布一下这个，看看我们上次的成绩啦哦。好，我们即将会在本集当中呢，挑选出跟上一集啦有结合在一起的啊，在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要挑选出自信奖的得主，可以得到Tutor Junior 提供的线上英语课程十堂课啦哈，所以大家要努力的发言，加油加油啊！并且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挑战的话呢，拿出你的手机，扫描 QR code， 跟我们一起来回答问题，你就有机会可以得到由 Tutor Junior 提供的免费线上英语教学的这个课程啦。好。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你听到这一个音乐的话，好，是的，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因为三组学生呢都没有答对问题，我们就会进行这个补枪答题的阶段哦，会得到什么呢？五星级饭店海滩假期住宿券，或者是豪华游轮一家四口的免费旅程，以及大只的牛宝宝要送给你哦，所以请踊跃的答题。马上我们要进入第一单元，我们请看单元说明 ，VCR Go。影片题单元说明，每一则生活对话的影片都会带出三个题目，一共 ABC 三个选项，讨论十秒之后选出您的答案。同学们都很清楚了，准备好了，我们就来进行第一题。好棒。Oh, is this your dog? It's so cute. Yeah, it's Rocky. Rocky. How old is Rocky? He will turn three next month.Can I feed him? No, he bite. How about you? Do you have a pet? Yeah, it's there. How old is Rocky? A. 2 years and 1 month old. B. 2 years and 11 months old. C.3 years and 2 months old. 计时开始。Yeah. 我们等最后一秒来作答行吗？我按了。好，确定喽。不能改答案了。大家有点犹豫，但是三组同学都选择 C。
3 years and 2 months old。我们来看看答案是不是 C 呢？请看。D. 2 years and 11 months old. Oh my god！ 我现在真的是太难得了，居然有一题大家三组同学都没有答对耶！哇，在这个时候我只有一个反应。啊，放轻松啦，才一题而已，对不对？啊，轻轻松松，后面都会答对了。好，我们马上来看看第二题。Why can't the man feed Rocky? A. He bites. B. He's not hungry. C. The girl doesn't like it. 好，计时开始。You better think about it before you choose your answer. 好，时间到了，三组同学都是 A. He bites. 刚刚有讲到嘛，对不对？影片里面好像有秀出来，他在好像要咬人的样子。好，我们来看看答案是 A. He bites. 恭喜你们。三组都答对了，可以加一分啦！哈，好，大家还是有在注意看的哦。好，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看哦。来，请看。I got a crumb. Did you warm up before spinning? What do you mean by warm up? Oh, stretching like this before exercising to warm your body up. Oh, how long should I do this for? At least 5 minutes， 真的吗？真的。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how long should you warm up before exercising？ A. 6 minutes。 B. 4 minutes。 C. 3 minutes。 计时开始。According to the conversation, how long should you warm up before exercising? How many minutes? 好，同学们都选择了 A, 6 minutes. 我们来看看答案是 A, 6 minutes. Congratulations, 大家可以加一分啦。刚刚有讲到啦，好像要 warm up 6分钟。来 ，to the chimney. 好。大家刚一脸迷茫啊，因为影片里面讲了 5 minutes， 是不是？怎么没有这个选项？因为他说 at least 5 minutes， at least 至少要有5分钟。那这里面三个选项里面，只有 A 6分钟是有符合这个至少的答的条件，所以答案是 A 6分钟。小朋友都很厉害的，真的厉害厉害，不是说光死背答案而已，对不对？好 ，OK， 有仔细在听啦。接下来我们要进行这个阶段的下一题，一起看。What is not part of spinning? A. Wheel. B. Handle. C. Dumbbell. 计时开始。你跟我讲哪个单词的中文？ Spinning 是不是 dumbbell？ 想清楚哦。就那个飞轮啊。You really gotta think. Dumbbell 什么？ Before you answer. Handle 是那个。时间到，我们来看看这一题正确的答案是什么。C dumbbell， dumbbell， 好，虽然有点不确定，但是大家还是选择了 C 哦，都答对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看下一题。What is not a sports injury? A strain， B twist， C twice。好，计时开始。时间到 ，OK， C C C， 三所学校的同学都选择 C， 好，这个选项是 twice， 好，谁知道 twice 是什么意思啊？两次，错，是周子瑜的团体。twice， 哦 ，OK，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题的答案是不是 C 呢 ？C twice。Congratulations， 再加一分啦！好 ，OK， 这个阶段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累计分数哦。来，这个距离好像慢慢拉近的感觉哦。好，
等一下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是侦查题，大家要准备好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Mandy 啊， Mandy 有点高啊，我要这样子看他，没有问题。好，那我们今天有一个俗谚语的题目想要问你啊、哦，请问 A barking dog never bites 是什么意思呢？是半瓶水响叮当，会吵的孩子有糖吃，还是刀子嘴豆腐心呢？刀子嘴豆腐心吧。A barking dog never bites 到底什么意思呢？答案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没有错。对，因为呢，会叫的狗永远不会咬人，没有错。谢谢你。这个单元是问答侦查 ，OK？ 我们请先看看我们单元说明 VCR Go。问答侦查单元说明，这个单元是以台湾的美食为范围，我们邀请外籍来宾先试吃，接下来各队的队员可以轮番提问，外籍来宾呢只能回答 yes or no， 请您猜出他到底吃的是什么台湾美食啊。三轮提问之后写答案，答对者得分，但这个阶段如果三队都没有答对，我们就会请外籍来宾提供一个针对他所吃美食的叙述，三队再答一次，各位加油。马上要欢迎到是我们两位来自外国的朋友 Tom and James， Welcome， Oh yeah， Welcome Welcome， 三组同学们，大家已经准备好题目了吗？淡水的天生国长先哦，好吗？好，请开始。Is it 早题 ？No， No， No， No。Is it made of flour？也是错的。No. No. Flower, flower. Is it cold? Yes. Yeah. It's cold. Okay, 这是第一轮了。天生国小。Is it a drink? No. No. 光复国小。Do you use your hands to eat it? Do you use your hands? No. 哎，哎呦，有不一样的答案的感觉哦。Yes. 有一位用手，另外一位不用手。好 ，OK， 石新国小。Is it made of ice? Yes.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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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Round three 要开始了。天生国小。Is it sweet? Is it sweet? Yes. Yes. 终于答了一个 yes。广富国小。Is it made of vegetables? No. No.No， 来石新国小。Does it contain any fruit？ Yes。Peony？ Fruit？ Yes。好，好，现在三 round 全部都已经问题问完了。接下来两位 tutor 可以各问一题哦，要来帮帮我们的同学们啦。Does it come as a singular？ No。No。好 ，tutor Ashley。Do you use sticks to eat it？ Yes。Use sticks？ Yes。Use sticks to eat it. Okay. That's all the questions that we got. 好，现在请我们三组同学们写下答案。Oh yeah. 哎，刚刚有说到 fruit. Time is up. 首先我们来看看天生国小，你们的答案是芒果冰，很厉害啊，这是我们台湾。非常出名的台湾的芒果最好吃的嘛，对不对？好，光复国小，你们的答案是糖葫芦。奇怪，为什么要有国外的口音？糖葫芦，也有可能哦，对不对？好，石新国小，你们的答案是水果冰棒。很好，很好，正确的答案在我手中。究竟是芒果冰，还是糖葫芦，还是？水果冰棒，人对了，糖葫芦，人对了，恭喜，冰糖葫芦 ，OK， 很可惜啊，哎，很厉害哎，你们刚刚是怎么样猜出来的？有叉子，有水果，然后他是，然后他用手吃，对，其实水果跟叉子是关键，水果跟叉子是关键，好 ，OK， 很厉害哦。好，
补枪答题的时间到了，请问一下，糖葫芦的英文要怎么讲？我们请全民大家一起参与，来猜猜看，到底糖葫芦的英文是什么？答对的话呢，你就有机会呢来参加我们在一季之后啊我们要抽出的大奖。好，答对越多，抽中的几率越高啦。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大家累计的分数哦。分数越来越接近了，大家要加油了，好吗？在这边也非常谢谢两位哦。好，我们马上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等一下马上回来。There is a bee. There's an orange bee. Orange bee and black hand. Black hand. Orange. What? Leg. Orange leg. Orange leg. 右上方有个橘色的蜜蜂，我姑且觉得它是蜜蜂。这个单元呢叫做听一张嘴，我们马上来看看单元说明 VCR Go。听一张嘴画图片单元说明，三队首先先选择外籍来宾作为您的作画伙伴，歌队呢会获得一张图，请您先讨论一分钟之后，接下来一计时三分钟，给予正确的叙述指令。各队的作画伙伴是不是可以依据指令正确的画出这张图呢？包括了物件的位置以及颜色图案， Tutor 最后都会依据评分表给各队分数。各队加油啦！好，准备好了吗？光复国小，你们是我们的第一顺位，第一组，计时一分钟的时间，请看这幅画。什么地方有哪一些线条？有哪一些 detail？ Later on,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use your English to describe. Use your English. Final 5 seconds. 4, 3, 2, 1. Okay. 时间到。好， are we ready, James? We're ready. Great. 计时三分钟，请开始。On the low.The lowest part of the whole picture, there's a sea. A sea. Sea? Yes. A blue sea? Yes. Yes. A sea. There are a lot of waves inside. A lot of waves. A lot of waves. And there's a purple boat. Drace. Purple boat.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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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Erase the upper part.Yeah. There's a black stick. 上面的条纹啊。Let's see. 那最后。And there's an orange flag. Beside, on the right of the boat, there's a green whale. Bingo, bingo. Yes. It's small. Yeah, it's smiling. It's smiling. Okay. Is that a whale? It's black eye and black mouth. Yes. Uh-huh.It's spraying blue water. Two. Yes. And on top of the well, there's a blue cloud. Cloud. Yes. Blue cloud. And upper left. There are two clouds. Two other clouds. Yes, two. Yes. And it's.Beside the right cloud, there are two black birds. Black bird? Yes. No. It's on the left. On the cloud. 你们还剩下四十秒钟的时间。Left side of the cloud. 我们还要画条纹哦。我们还要画条纹。条纹怎么说 ？On the purple boat, there are purple.Strike on it. Yes. You got 20 seconds. Oh, no. No. It's purple, white. Okay. 好听。Okay 了吗 ？Okay， 可以了。好 ，Okay。刚好差不多，我们时间也快到了。第一点，蓝色的海浪，有。蓝色的海浪。再来，左边有一艘紫色条纹的船。没有错，船上有黑色船杆，答对。橘色三角旗飘向右方，答对。右边有一条鲸鱼，对，答对。鲸鱼喷着水柱，没有问题。
左边天空两朵云，右边天空一朵云都有。最后右边的云上有两只海鸟，答对，总共得到九分。九分！哇，很厉害哎！好，这个阶段来到石新国小，即将要看你们的 picture 究竟长什么样子。你们选择的是 A picture。Okay, you have 1 minute. Okay, to have a discussion. Starts now. Go. Okay, it's a, in the middle of the picture, there's a girl with a holding a on her left hand. Yeah. Purple umbrella with purple cat goes on it. Is English and a your first language? Red hat with lines. Unbelievable. You got 5 more seconds. 红色帽子。时间到。OK， 好，不能再讨论了。准备好了吗？好了。Tom, are you ready? Ready. You got 3 minutes, okay, to finish the picture.73分钟，请开始。Okay, in the middle of the picture, there's a girl with two black pigtails with red ribbons on them, and she's smiling. And 你要不要讲慢一点？ And her dress is like overall skirt, and it's green with like the inside the T-shirt is white and.On the skirt, there's a red heart, and she's on her left hand. She's holding a purple umbrella with purple triangles on it. 恭喜你，太快了。No, left hand, and on the umbrella. Yes.Okay, right hand she's holding a green leash with a rabbit. Uh-huh. And the rabbit's holding a carrot. Okay. And on her feet she's wearing blue boots with two red lines. You have less than a minute now. Okay.50 seconds. And on her head, she's wearing a red hat with, what do you call it? It's like a straw hat. And there's like lines, or like, they're like... You have 30 vertical, seconds. Vertical, and... Time is passing like, by. Lie. What, like, all different Time directions. Very precious. Her green, she has a green skirt. Green skirt. Running out of time. And she, there's a red heart on it.Did you know that? You have 10 yeah. more seconds. Okay. And her, on her pigtail, she has two bows. Like here. Two. Red. Time's up! Okay! So this girl is missing her legs? Or? How? Okay. 这一题到底这个 picture 有没有画对呢？好，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的话是红色的草帽 ，OK，that's correct。红色草帽，哎，不错哎，它还是 straw 对不对 ？Yes，straw hat， 很厉害哎。That's a good one。好，然后再来是哇，两个辫子，这个是辫子吗？对，不是。OK， 好，两个辫子，然后绑上红色的蝴蝶结。红色的 ribbon。Correct。Are these ribbons？Yes, last minute ribbon. 好，然后再来第三个，我们有看到是绿色的裙子 ，green skirt。然后裙子上面有一个红色的爱心 ，get this one。然后啊，右手拿紫色的伞，这个是黑色的。Yes。哦，哭哭，可惜这个就没有拿到分数。No。OK。好。伞上有三角形的图案，好 ，OK， 这个给分。第七个鞋子是红蓝条纹，tricky。对，如果要算的话，可能只能算红色的条纹。Correct， 对，可惜。所以、這個、你确定不是因为没有脚？没有脚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就没有拿到分数。好，左手牵一只兔子。
然后好，虽然没有手啦，但是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只兔子，所以算对。兔子手上有拿一根红萝卜，有，好，有。OK， great。所以我们得分是7分。7分也相当不错啦，十星国小。接下来是天生国小，来 ，You got 1 minute， OK？ 来，准备好了，预备备，请看。OK， take a look at the picture. You have 1 minute. 非常难。To discuss. 然后这有3个 James is totally relaxed and ready. Ready to battle. OK. 然后加油啊！好，你们还剩下5秒钟的时间。好难哦，小心啦！时间到，好，准备好了。Yeah. 我们有3分钟的时间，请开始。At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purple squirrel. The left side. Left side, purple squirrel. Oh no. 哎，这个动物也要画清楚哦。A squirrel. Is that a rabbit? It's a squirrel. 等等，这也会扣分哦。Its tail is at the left.Its tail is at the left, and his hands are on the right. He's got two tails. And he is hugging a corn. Ah, a big corn, a big orange corn. Oh. And the corn have the leaves. Has the leaves at the down, and at the up mm-hmm. up over there. No, at the corn. Close to the squirrel's head. There is somewhere black. Somewhere black on the corn. Ah, okay. Good. Yes, and then there are 3 orange pieces at the ground. On the right ground. Right, yes. You have 1 minute left. And on the right up, there is an orange bee. And black eyes and mouth and it's... Blue wings. 40 seconds. Blue wings and black stripes. Okay. 30 seconds. And black hands. Black hands. �ange legs. And a spine on the back. The spine on the back.It's orange spine, and it only has two legs only, two legs only. 时间到，开始。Okay, stop describing. Sorry. Oh my God, let's take a look at this picture. 哎，好，我们要请两位 tutor。松鼠会长兔子，蜜蜂会长手。我们这个是。兔子跟这个松鼠的混合体，对啊，非常厉害，这未来都是厉害的那个实验科学家。好，首先紫色的花栗鼠，紫色的花栗鼠，有就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花栗鼠啊，但是其实我觉得可以理解，没有问题。右手抱着一个玉米，我其实找不到他的右手。有啦，这里右手，这个是手。这是手，这是他的手。好，这样好，算过。只是绿手掌。玉米叶是绿色，有没有问题？玉米粒是橘色的 ，OK。有7颗玉米粒被啃掉了，我这边只看到3颗被啃掉，可惜。被啃掉。啊，那是啃掉了，被啃掉了，没有。7个。右边的地上掉了3颗橘色的玉米粒，有没有问题？右上方有个橘色的蜜蜂，好，我姑且觉得它是蜜蜂。好，蜜蜂身上有2道黑色的条纹 ，1, 2 and 3，这个可惜。
好，所以我们天生国小最后得到的分数是七分。好，也相当不错啦。在这边我们要看看我们三组的累积分数啦。分数越来越接近哦，我们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现在居然有同学已经开始在吃食材了，吃我们就会揭晓。小胖，哎呦，有用途哦。哎呦 ，scallion pancake 讲话哦，哎呦，有讲话，很有用途哦。葱油饼加蛋，葱油饼加蛋都来了，替自己打广告。OK， 这个部分呢，我们同学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先来看看单元说明的 VCR 吗？田一庄嘴料理篇单元说明：三队在隔离的状况之下，会聆听叙述料理的步骤，一队三人一起完成这个料理的指令，包括了食材的选择以及摆放的位置。在每一个步骤过程里面 ，Tutor 都会记录各队的得分状况。各位加油喽！在这边呢，我们要请到的是我们 James 来告诉我们，等一下你必须要完成的料理步骤。OK， 要打开你的耳朵。James， are you ready？ I'm ready。好，注意喽，大家要背下来哦，大家要背下来哦。OK， here we go。Please put half a bowl of rice in the bottom section of the plate.Scoop one spoon of meat sauce on the rice. Cut a boiled egg in half. Put half of the egg in the top right section of the plate. Cut five slices of cucumber. Put three slices in the top left section of the plate. Scoop one spoon of corn kernels on the rice. Now,Eat the other half of the boiled egg. 大家都已经背起来了，相信每个步骤都相当的清楚。好，我们要计时，现在预备备，请开始，开始动作了。每一个步骤都一定要熟记，慢慢来，没有关系。Put half a bowl of rice in the bottom section of the plate. 还有两位 tutor 在监督，好可怕哦，好像在考试哦。Scoop one spoon of meat sauce on the rice. 加上面吧，加上。哦，在饭上面，这个在饭上面。好，不要干扰。给我，快点给我，好饿哦。给我湿纸巾，我不想。Cut five slices of cucumber. Put three slices in the top left section of the plate. 分工合作，饭搁哪里？加上面吧，加上。哦，在饭上面，这个在饭上面。好，不要干扰。Scoop one spoon of corn kernels on the rice. 你真的，我不想要浪费掉这些美丽的玉米。美丽的玉米是吧？玉米是吧？美丽的玉米听起来像是一首歌。Beautiful corn. Cut a boiled egg in half. Put half of the egg in the top right section of the plate. 老板嘞，吃掉这没有数，没有。刚刚我们 James 给的指令非常的清楚。Very clear. Every single step now.Eat the other half of the boiled egg. 好，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单子丢掉。现在居然有同学已经开始在吃食材了，这到底是对或不对呢？稍待片刻，我们就会揭晓。不要吃掉，小胖，有用途哦。真的？哎呦 ，scallion pancake 讲话哦，哎呦，有讲，搞不好它有用途哦。葱油饼加蛋，葱油饼加蛋都来了，顺便还替自己打广告，很厉害。我看你要，我看你快要开店了哦。吃掉哎，开始做生意。好，吃掉吃。十秒钟。吃掉，快一点啦，快一点。吃掉。五秒。吃掉，好，可以吃掉，放进去掉，放进嘴巴里。时间到。很好，大家不要再有任何动作了。在这边我们把时间交给两位 tutor 喽。第一。在餐盘下方放入半碗饭，有，天生，再来，舀一匙肉酱放在饭上，
有。切半颗水煮蛋，有。哎呦，很厉害。把半颗蛋放在餐盘的右上方，有。有。切五片小黄瓜，切五片小黄瓜。K 哥他们这个厉害了，他们直接切五段，切五段。哇哦！哎，各位，这个会是一片吗？他们好，所以这个呢，我可能不会给分，因为是 five slices， 不是 five chunk。对，我们会讲 five slices。This is like a chunk， 而且他们是整条小黄瓜，就直接切成五段了，还有两段在这里。对，啊，可惜了，可惜，但也很厉害了。还有呢？将三片小黄瓜放到餐盘左上方，你看，代表他们真的有在听啊。虽然说他们的片搞错了，但是他们有听懂，把三个放在餐盘里面。是的，所以我们给分。好，很好。在饭上面放上一匙玉米粒，有有。最后，我们请我们的玉伟出来，打开你的嘴巴给大家看看。现在吃掉餐盘外面半颗蛋，有，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天生国小获得的是七分，恭喜，好，接下来第二个我讲，我不知道，七分第二高是，接下来我们的博勋刚刚一直在讲吃掉吃掉，啊，我们来看看。你跟女生讲话的时候要礼貌一点，你不能就是吃掉吃掉，给我吞下去，这样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好，来，下场过数一颗，我们来看一下。还是你说要吃的？好，第一个，在餐盘下方放入半碗饭。有。舀一匙肉酱放在饭上。肉酱。有。有。切半颗水煮蛋。有。把半颗蛋。你这半颗是？它不是横向的，它是纵向的。没关系，半颗一样，可以，可以，一样，可以，可以。把半颗蛋放在餐盘的右上方，有。切五片小黄瓜，哎，这个就比较接近片状了，各位。是，这就比较接近片状了。没有这样，不错。一二三，四五，有。将三片小黄瓜放进餐盘的左上方，有。有，在饭上放入一匙玉米粒。有，有。接下来，请三位把嘴巴张开。没有，真的没有人有蛋，所以这个没有。可惜啦，可惜啦。得到的分数是七分，七分。来，好 ，OK， 我们来看看下一组。好，我们来看最后实心国小。第一个餐盘下方放入半碗饭，有做到哇！舀一匙肉酱放在饭上，有也有一片，切半颗水煮蛋，有这边看到有切在这里，把半颗蛋放在餐盘右上方，这也是有切五片小黄瓜。好，这个应该算片，这算片啦。对，这个算片。因为他们不是整条切下去，像第一组他们可惜是把整条切下去，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另外半条在这边。对对对。好，所以这个给过，然后将三片小黄瓜放到餐盘的左上方，这边有有看到有，然后在饭上放入一匙的玉米粒 ，OK。好，有。然后现在吃掉餐盘外面那半颗蛋，他们把它放在了饭上面，好可惜，可惜啦。好，所以八分扣掉一分，实心国小获得的是七分，七分，好 ，OK。其实我们三组同学表现的都非常的优异哦，而且我这一次呢，觉得他们都记得非常的熟，非常的仔细，对不对？大家英文都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休息片刻，我们等一下呢要把大家的分数结算，并且告诉大家今天获得自信奖的同学又会是谁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已经知道谁要晋级冠军赛了，答案就是我们的天生国小，恭喜你们！同分两队角逐败不复活的名额进行加赛题，哪一队可以进入败不复活，就看这一局了。起立蹲下，单元规则说明。主持人宣布主题，全员蒙眼听单字，以蹲下起立判读单字。如果判读错误了，主持人会轻触肩膀示意离开。各位加油了！请仔细听题目以及选项啊！有请屈敏老师。题目是：什么是一双的 ？What's a pair? Chopsticks.Lipstick. Twins. Getting a pancake. It's the other. Couple. Driver's license. Socks.Shark Shakespeare 哎呦，第一 round 结束，现在是2-2。接下来加赛题呢，速度要稍微快一点，我们 tempo 快一点， tempo 要快一点呢。然后呢，大家决定的时间要快一点，不能有那种犹豫了半天然后才做决定的。什么会游泳？ What can swim?Flag, frog, dish, wish, turtle, turkey, monkey.准备好了，大家把眼罩戴好了。题目是：什么是圆的 ？What is round? Apple Watch, Orange, Orange Juice, Earth, Earthquake, Earthworm, Global Warming.Coin. Frisbee.赛题居然三度战成平手，现场紧急讨论，制作单位决定了。由于我们刚刚啊，可以说是难分难舍啊，真的，两组啊，实心国小跟光复国小，他们都不想要离开对方，所以恭喜你们两组呢，都进入我们的败不复活赛啦，恭喜你们！现在有一个好礼物要给你们，就是牛堡啦，大家赶快去抢！哎，对对对对对。疯了疯了疯了，抢完要回来哦，乖。好，今天大家表现的都很好啦，我们这边还是要请问一下我们两位 tutor 哦，究竟要把自信奖颁给哪一位同学？我们决定要今天要把自信奖颁给实心国小的千羽。千羽，哦，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千羽其实今天是第一次来摄影棚，对，而且我们是一个全新的单元，而且速度啊，不管是在比赛速度上面，甚至是难度，都有大大的增加。那我觉得千羽他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他不会害怕这些他从没有遇过的挑战。而且我在他每一个过程里面，我都很清楚的感觉到他想要去表达的感觉，就是我今天讲的 passion 啊，这个 passion 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最后决定把这个自信奖给这个千羽。恭喜千羽，千羽很棒啊！再次谢谢你们哦。好，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同学、好朋友、师长啊，都来到我们现场，来到我们场中央，跟他们一起击掌，鼓励鼓励他们。他们今天表现都非常的棒哦，谢谢。的确没有错，
在讲英文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企图心，一定要努力不懈，一定要有 passion， 这样才能够越讲越好。如果呢在家没有外出的话，也可以在线上找出一些平台来练习自己的英文哦。希望大家英文都可以进步神速，下次见了，拜拜。